现年38岁嘅张智恒同老婆欧燕文喺2019年结婚，不过张智恒婚后负面新闻不断，曾经被指出轨，而文文亦不时喺社交平台上批评丈夫，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，仲嘲笑佢哋周期性离婚。上周文文再次喺社交平台上大闹张智恒又废又懒，兼疑似宣布离婚宣言。不过睇嚟文文今次真系下定决心。琴日文文同网民大玩你问我答，被问到系咪真系离婚时，佢就表示有小朋友好多嘢唔系呢一刻想就可以即刻去做到。随后佢感谢各位网民嘅关心，又指出无论有啲咩决定，一定系三个小朋友行先。此外，文文仲透露已经搬屋，并打算申请公屋，而且想同张智恒分居，申请单方面离婚。